咁當我一好靜雞雞一行咗入裏邊咧，畫面都唔望，其實我冇舉機嘅，就咁擺喺個身嗰度咧，就啊盡量定啲企喺度一直擦，都唔知係影到啲乜嘢嘢啊，咁啊走人㗎啦。所以咧後邊仲係震震地蒙蒙地嘅，因為真係好暗。但我都揀佢嘅，因為我都講係其實每一張相咧。在街拍那裡呢，我們都會很想表達得到時間啦，還有地點啦，還有當時的真實性啦。咁靚是一個考慮，但是都是其中一個環節咯。咁我會取其真實性是重要的。